白居易知心人物，来到了小山坡，因为你白白的屁股不大呀，被鬼子发现了目标，你白白抬钩子就跑，引上来就是两次刀，为了革命为了党，你白白就光牺牲了。雨打梨花山的门，烟里迷津落凡尘，但愿你是知心知意的心中的不是那无是无非的糊涂人，此来不是求功名呐，先生你呀，切莫。